Hello， 大家好，第二集 Vlog 带大家去看熊本一日游的过程。喜欢的话记得点点赞、留言，告诉我觉得最好笑、最好玩的是哪里。首先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早餐，是饭店提供的自助餐，项目超多，还有现炸柳丁汁，吃的超饱超满足的。第二天要坐新干线去熊本。新干线。新干线。接着就来到新干线的路口处啦。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新干线在几号月台。我们这边543。543。543。说啥呢？543。这是我们今天坐的樱花号。那今天由于话位的时候已经没有两格空格了，所以我们中间隔着一个走道，不过40分钟就会抵达熊本咯。这个人喜欢喝这种都是糖的假咖啡。这个没有很甜啊，这个不会甜耶、欸、这个有点苦耶、欸、咖啡。熊本怎么念？库马摩多。库马摩多 X。库马摩多 です。库马摩多 です。你要往前照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妹子。熊店一日券要到车站里面的观光案内所购买。购买完就是把当天日期刮开就可以使用喽。这是张张度，哦，张张度，哎，录下来了。熊店就很像高雄的轻轨一样，一节车厢，挺可爱的哦。这里有位置啦，终于有位置，刚才没有位置，因为大家都去熊本城，一片落后面。那我们在坐熊本的 CT 券 S18 水前寺公园站。水前寺公园站，我抵挡不住小咖啡的魔力，刚才睡了一觉。这个人直接就睡起来了，我喝了小咖啡就会睡着，咖啡睡着人，他直接睡去。今天的天气很棒，看那个小馒头走在后面呢、欸，他们是不是跟我们要去一样的地方？一定是啊。刚才那个小馒头很好笑，他睡很久。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水前寺程序员。那这边就带大家看看这个景点的美丽之处吧。在这个售票机购买入场券，一个人是400日元。这个小鸟饲料一包200。小鸟。啊，都来了。我去，我去，哎，你被进攻了，真傻的，好可怕！姐姐，你要玩？是玩了，不要玩。我去，你弄我了。没了啦，没了。都是的。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它飞到我脸上哎。当然哈。没了。都是啊。好可怕。没有，超美的。这是晚餐二号，但是我一打那个饲料超多就飞过来了，嗯，完全不敢蹲下，它会不会飞到我头上？
接着就会来到出水神社。我说他要投钱，先投钱。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宁静又漂亮啊。细川藤校是右边的。左边是细川东路宫，右边是悠哉宫。悠哉啊，看看悠哉。悠哉，悠哉，悠哉。嗯。富吉塔卡。富吉塔卡。富吉塔卡。英語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ごくラッキー。大丈夫、英語すごくラッキー。 OK、 我說很幸運、很幸運可以看到他。白、ホワイト、ホワイトスポン、スポン、なんかタートル、ライカタートル、ライカタートル、ライカタートル、いや、OK、Usually, no. 以上是导览员跟珊珊聊天的过程。这边很幸运的被我们遇到了白龟，放上几张珊珊说她神来一笔的美景图。这是含有蜂蜜的冰淇淋，一个400块，日币。那你吃看，有个香味。接着就搭车来到新岛町，准备吃我们的午餐喽。那还想 Q 鸡王？鸡王。哦。它这个肉很厉害耶。你要走档，要后面这样。你这样挡在旁边没用，你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知道，讲不出话了。之后会做美食特辑，大家一定要收看哦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搭熊电去熊本城喽。这是加藤清正宫。他好像拿了一个鸡毛掸子要打扫一样。哎，这样子不行。之后就去买了共通入园券，让我们看看这段小插曲。我们来录一个即时影像。我不演。刚刚买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三，我不录了。你不录了？请问 cash 的中文意思是什么？信用卡吗？那请问 credit card 的？奇怪，你自己当然跟鳄鱼讲错，我又没说要把你录起来，还有什么？今天还有一个什么你也讲错，我又没有把你录起来，我现在有一个讲错，你就要把我录起来，你很过分哎、欸！我们的英文小老师，漂亮的熊本城北。那边看起来是被震坏了，然后那是感觉要怎么把它补起来？以下感觉是原来的路哎、欸，是吗？我们到。所以这件是好的，还是？这是修复完成。千手阁啊，本店。塞大的，塞大妈谁谁的？拍了几张帅气好笑的照片。就进去逛熊本城了。
让大家看看帅气的五四二人组。你刚刚不是说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。然后嘞？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，对我就是。棒棒棒棒，一起棒棒。回到陈彩苑这边，参观另一个博物馆。哎，我们现在在盖城墙。这个人在盖那个城墙，不是硬塞的，大姐。要吗？盖好了啦，厉害不？阿三城墙盖完城墙就来拍照当武士，买了一个司马。芝麻豆浆，芝麻豆乳冰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很香。我吃看看。很香啊，很香的芝麻味。好奇怪哦。嗯？好奇怪。很好喝啊。很奇怪耶。我很喜欢芝麻的味道。吃好之后，就跟部长拍几张漂亮的照片，就赶快离开喽。熊本城逛完了，看找地方躲雨啦，还有下雨了，快快躲起来，怎么办？快找地方躲起来呀、啊！慈悲镜子画面，吃拉面，走吧。黑瓶拉面，没有马肉了，阿三不吃马肉，我不想吃嘞，不想吃马肉。我的生蛋，生蛋黑甜拉面。什么？它没有蛋白啊？那就是，那是怎么捞的？可以没有蛋白啊？去打蛋器那个抖一抖，蛋白不就掉下去了吗？看这个空白。想知道更多细节，记得锁定拉面特辑。准备结束，熊本。准备结束熊本一日游了，接着就来到绿色机台换一下指定席的车票，以后会多做一集告诉大家怎么使用哦。车站准备搭乘新干线回去的火车站，阿三跟大家说一些话吗？阿路，我准备坐在车上睡觉。结果睡觉的人就是这一位阿棒。我们 BB 伯又出门了。喂，我们现在要去哪？天神。天神，我们去天神逛街。阿三，我们现在到哪了？天神。然后呢？我本来想要来逛街，可是都没开。都关了。都只开到八点，我们现在大概八点多。然后就什么都没有，大部分店都八点就关了，有一些到九点，可是很少。结果什么都没有得逛，就回到博多买便利商店的东西，结束这一天啦。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